我就站你旁边好了。没有，差不多应该就喺前面，冇远啊。系啊，唔好。哇，咁鬼难行呢度。慢慢行，慢慢行，唔好急。历经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今天和几个朋友过来这边探一个新坑，在 Google Maps 上面看起来不远，但走起来就非常难走，走了快有半个小时。这边好几个位置看起来都不错，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试一试吧。啊！我要看吊位啊，那个位置好像有点难吊哦。这个位置不是那种直上直下的那种，你赶快开吧。我那边那个位置，你先看你的吧。我拿虾粉给你，还有玉米给你。有人带过我去就还好吗？喂，中！挂咗啊！唔系，而家啲鲳魚，鲳魚，喂，大得大得，呢条应该黑毛啊，哦，黑毛黑毛，你呢条黑毛，系啊，呢条就黑毛，掂，小心别飞下去啦，可以 ，FBI 先开斋啦，好耶，差唔多。佢依個好淺水嘅咋？我也覺得啊，這個流這邊的流，你要找對那個坑才行啊。我去拿你那个窝料，我去试下另外嗰边嗰个坑。第一条19公，oh shit， 太扑街。你个桶跌咗落去啊！喂，
我啱转头话谂住解鱼死啊！你真系自同我钓鱼都要蚀底啊！跳唔到翻，我攞个俾你。阿爹，好邪啊！我搞。好啦，仆街啊！大的！喂，放手啊！喂 ，Hello！ 啊！没擦网，我没事，没擦网，你可能小心点，有浪哦，注意，我操，小心点，我的，我操，又是50的，牛逼啊大师，你看锅料桶，我都亏一个给他。系啊，40几啊，都未到50啊，48还不到50呢，才48的黑毛就已经这么大斤。你们的鱼放在哪？冇啦，你用翻完啦，唔使落阿波，呢个位唔需要，因为呢个好浅嘅位就已经好深水啦，你就咁样掟喺面前得噶啦，就系掟喺个大石后边。好撚大條呢條，攞你攞上啲啊！哇，屌呢條好撚大條，走！哎，黑毛仔，唔理。哦，你唔要啊？呢条唔够 size 啊，要够30先够。30先够。呢条可能20。要头小心啲，佢嗰个位食浪。试下起码。做翻条啊！唔好一次差过一次啊！你啱先唔系中咗条咩？我见你。call 嚟啊！喂，
大條喎，依個大條，頂起身，依、這個大條嘅，哇大條大條，頂起身。Okay, 我打黑毛，我落去同佢攞，你幫我，我落去同佢攞，你攞住我支竿。誒、欸，頂啊，丟上嚟，哇依度大條，睇住。系啊，攞上嚟，唔系我要攞去石度。你唔好咁样提，Thank you。哇，大条，掂啊呢条，自己钓都有啊，唔使啊，我自己钓都有啊。哇，呢条大条，啲勾钓啊嘛，起啲大条，掂。我个影响细佬。哇，呢条好大条，可能同我条差唔多啊，你睇下，可能同大条我都唔定啊。看住唔好跌落啲水坑度啊！嗱，證明係有啊，就喺水底嘅啫喎。中。應該夠曬呢條。啊！呢条可能啱好够30，啱啱好啊！哦，都够，32啊，够，啱啱好。哇！我爸爸，今天的第二条，冇啊！大条嗰啲，就系睇下你好唔好彩钓唔钓得上嚟咯，我最讲。啊、你如果唔钓，你企后少少。中，哇，好大条！哇！唔系 ，OK。OK。我屌！哇，吓死你啊，仆街！今天第二条大黑毛吧，之前那些都是不是特别大。哦，好难钓，好难钓，我哋都唔。我抛落去就一勾。系啊，佢啲浪卷得太劲。喂，大的，走过来，走过来一点，走过来，顶高，我帮他提，哇，这个很大。顶上来，叮 ，OK， 贴边了，我同佢攞，在这边，哦，大的，我再滚，哎，帮我拿着，我下去帮你拿 ，FBI， 小心，我下去帮你拿。OK，Nice， 60，哇，没有，50多，大夫你错吗？绝对有50，我跟你讲。Yeah, FBI, yes. 小心啊，别跑了。来了 ，FBI。估计你的那条比我那条53的还要大。我操，可以！我操，我看。FBI, yes.别放！耶！哇啊！哇，都中了！我操，量一下，都要赶快，赶紧开始！这坑是真牛逼！我操！粗粗一量，54，耶！绝对啊！来，真的！抓你老师！哦，没有，52，差一点。我刚才那条也差不多，中了之后它就是只是竿头抖一抖而已，你打它就往下冲，哇，哇，好稳定啊，那一龙，没得搞，可以，
哇！真係八點幾已經咁難釣，潮水未到最高，死啊！個水位太高難釣，睇咗個浪，好大浪，試試。我幫你睇台埋嘅。係啊，我哋可能差唔多嘅太大浪，我哋釣。哇！啲啲浪捲曬上啲黑毛度啊！死啊！喂，你走咗？哎 ，OK， 唔緊要。攞啊！攞個水桶養住。啊！我震個光頭震到。我浪浪浪浪，呢個大呢個大。慢啲慢啲。有可能嘅，衝咗條筋啦。夠啦！我屌！啊！好撚八百幅站。等等，釣多兩竿。又累啦，又累啲。哇塞！哎 ，B R， 要不我们去之前，我们去那个坑吧，这个真的钓不了了。我们对，走吧，锅也没窝了，估计也搞不了。超大的 A B R 那一条，你们挡着。我已经拍了 ，A B R 这边，你们挡着阳光啊！好了啊、现在的话大概是十点左右吧。恭喜两位钓友还爆了自己 PB， 挺不错的，恭喜他们。那我们视频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吧。